正讲求公平性，若然唔公平，咁比嚟做乜呢？喺巴西嘅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入面，就发生咗一件唔公平嘅事，搞到好多队伍都罢赛啊！今年英雄联盟官方就实施咗新规例，喺同一个联赛入面唔可以有姊妹队嘅存在。而喺巴西 ，INS Esports 旗下有 INS 同埋姊妹队 INS Red， 为咗避嫌 ，INS Red 索性改名做 Red Candies， 以为可以掩人耳目喎。点知就俾人踢爆啦！呢两队嘅基地地址一模一样啊！后来再有人爆料，原来 Red Candies 幕后老板竟然系 INS 老板个仔啊！其他队知道梗系唔忿气啦，而且官方仲对呢件事不闻不问，最后搞到有五队联赛队伍罢赛啊！你话点收科呢？